各位购车智的车迷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试驾的车款真的是越来越多元。像我们今天试驾的这款车，它其实是一台中华汽车呢，目前在台湾贩售的车款，其实它卖的最好、市占率最高的，不是我们看到的 Lancer 或是 Outlander， 是商用车，也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一台 Super 德利卡、超级德利卡。 超级德利卡目前在台湾贩售呢，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标准型，一个是豪华型。我们今天试驾的是8人客货用的德利卡，豪华版售价是65.1万，以及标准版是62.1万，两者在价钱上面差了3万，但在配备上呢，只有稍微在内装的材质以及脚踏垫有一些不一样。所以基本上，我觉得如果你买德利卡，只是想要 载很多东西，那我觉得在其他配备都没有任何差异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购买62.1万的标准型德利卡。离上一次改款已经非常的久了，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商用车，它最大的重点就是它要耐操、有力，可以用很久。 不需要用没几年，哇，车子就各方面的东西都坏光光了。这次改款在外形上，它的车头在水箱护罩跟上一代不太一样，这次采用了一个 H 型的水箱护罩，以及在下保杆呢造型也跟上一代有些许的不同。还有这一次下保杆也有前雾灯的配置，在整个车侧，包括它是使用了一样是手动的滑门，而且 这样的商用车，你可以感觉它的钣金的材质的确是比较薄一点。从车尾看去呢，它也是一个非常直立式的设计，整个垂直就是为了换来更好的空间机能。空间机能就是德利卡它最大的优势，因为像我们今天我们有特别准备了 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皮箱，以及我们的摄影箱，3个箱子呢，去代表出德利卡的空间机能有多么好。今天23排椅子呢，其实是可以拆掉的，但是因为23排的座椅要使用工具才可以拆掉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把它完整的整个拆除。但是以第3排座椅倾倒的方式，把它向前翻之后呢，它整个空间，包括我身高是173公分，以及同事身高是175公分。 我们2个人大概都可以以站姿在德利卡的行李箱，并且去做一个行李，不管是把它放上去或是拿下来，都很轻松。它的座椅可以坐到8个人，3排的座椅呢，不管是在头部空间或是膝部空间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。那当然，这样的车款就不要去强调，不要去强求它的乘坐品质要有多好，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它载货取货要方便，而且可以载很多的东西，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。 那在引擎的部分呢，这颗引擎在这一次的改款并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基本上都是维持跟上一代，所以也就是说这颗引擎它已经用了很久。那它的最大马力是116匹，会在5000转的时候产生；最大扭力是19.2公斤米，会在3000转的时候产生。那透过5速手排，一个完全纯手排的设定呢，可以让你非常自由控制它的 转速以及很好的动力输出。那当然，它也不是一款就是可以跑得很快的箱型车，它就是一台在动力输出上非常有力而且够用的一台货车。以及它的油耗表现呢，以货车的能源标章来说，是属于第3级的。 在内装的陈列上面呢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发现它跟之前的德利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它一样还是维持了一个旧式的按键的布局。虽然这次音响也装上了新的，但是在它冷气啊、风量啊、温度啊这些控制的按钮呢，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机械式的、比较传统式的。看到这样子的内装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像回到了大概10年前。 在它的内装的布局上，会有一种让你充满怀念的感觉。在主被动安全，其实货车是没有安全气囊的，以货车的安全法规来说呢，以正面撞击时速50公里的时候，它方向盘的偏移位移程度呢小于12.7公分，它就可以不需要安全气囊，这是货车的法规。但是我觉得，第一个像超级德利卡它的车头这么短的情况，每是正面如果发生了车祸，正面遇到撞击的时候，我觉得西部的气囊反而更为重要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它的方向盘如果向后位移12.7公分，其实也不小诶、欸。12.7公分，这足以对你的腿部可能会造成伤害。我希望下一代，虽然不知道它多久会改款，但是希望下一代的超级德利卡，尽管它在外观内装上没有太大的改变，那都没关系，但是在安全气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基本应该要配备，尤其是西部气囊，应该要配备西部气囊来保护我们更多的驾驶朋友。第一个，你看到它的内装，你会觉得哇，原来你平常看到的德利卡，通常在路上跑的，你看到它的内装都已经是破破烂烂的。就这次你看到哇，原来是新的内装啊，但是它的设计呢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才说不知道下一次改款呢，这样的货车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改款。那基本上它最大的需求就是它的空间机能，一样在这次改款之后维持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机能，不管你是要载人。载货，它的表现都非常的好。还有在后轮呢，有一个荷重的感知器，它可以自动控制后轮的刹车液压呢，防止后轮的锁定。这些诸多的配备呢，我想都比不上我之前强调的，就是这样的货车应该要再更加提升它的安全配备。就好比说，它至少应该要有个气囊，我想这是非常基本的。那你看到它方向盘的设定呢？你可能会觉得，为什么它的方向盘要做的有点像公车的感觉？因为货车的方向盘呢，它不能做的像轿车一样。如果跟轿车一样呢，它的驾驶乘坐就必须要向后退，那间接的就影响到后座2、3排座位的乘坐空间。因此，它的方向盘必须要使用这样子的设定，以及它的齿比呢，你刚开始转动一点点的时候，它并不会。车头就立刻转向，那这也是因为车身这么高的一款车，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如果你方向盘只动一点点，它就有很大的偏移的话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翻车的情况。所以这样子的车，其实我很久没有开到手排了，那今天又可以让我重温手排的感觉，也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今天就试驾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